晚上好，晚上好。有，好哎啊，靳先，Hello。生。你们好啊，靳先生，你先生来了啊！哎，我好几哎，我看我看我，我一来他架去了，我来了来了，我还纳闷儿戏的，靳不知道先哪里看生，蓝牙，这边有一个，这边有一个很好笑的包袱，罗西魂，罗西粉。这就不用纠结这个平舌卷舌了，是吗？热量，冲不冲？靳先生来了呀！算了，没了，拉倒，没咱下吧。我们这儿还有7%的电，冲！行，7%。我头发有点太老师是给咱们看他们家墙。没事没事，有点不太好意思。我今儿戴个帽子啊，我刚做头皮护理，然后呢也洗不了头，然后头就没有什么。你使活了吗？你使完活回来了呀，还是没有啊？今没有，天在家呢，在家。你二两早，我今天老嗯。老靳，咱们可有日子没见了，咱们可。哎，太有日子了。好家伙！太有日子了。我要没有记错的话，咱们上一次见面还是在去年的那个冯巷上见的吧？哎，对了。啊，不是，我要一开吃的可就收不住了。有日子没见了。太有日子没见了，好家伙的！我敢跟小航说，我陪我媳妇看那嘛呢，我们追剧呢。我说他10点要没下呢，我就上来呀，跟大伙聊会儿天。看什么片子？太棒了！这句话问的太好了，看的什么片子？行行行，知道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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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好。但是我不知道叫猎狐猎罪归案啊？什么？猎猎猎猎罪图鉴，了鹅毛干嘛？烈火了鹅毛，猎罪图鉴，我就知道那个男主叫谭健次，是叫谭健次。猎罪图鉴，对，什么电影这是？就是一个说谭健次，一看就是个这种就什么警，就是真人版破案之类的，对，真人版的名侦探柯南，警察冯。哦，真人版的柯南，对，就这意思。我好像看过那个封面啊，挺好的，挺好。你们现在都是俩人住一个地儿是吗？不，我一个人，我是一个人。啊，我跟小航我们都是一个人。你不是，我冲冲在我这儿呢。嗯。然后那个可好看了。萧乔在我这儿呢。小乔在金老师那儿，故意在一块儿隔离吗？这样他们传染不了别人的。哦，对啊，那你要是什么的话，家里人都不能出去吧？全弄上了。人世间好看，人世间挺好看的，据说是。没有，就看那个猎罪。好家伙，我这挺好看，挺好看的。我这有个叫湖广女鬼的，多么瘆人！我刚看这片还挺好看的。谭健次，行，这谭健次长得确实挺好看的。嗨，也没什么，也没记住什么内容，是吧？这是看出来。他有时某个角特别像陆毅，你知道吗？有时某个角度还特别像聂远。现在很饿，真的。哎呀，真是不容易，辛苦靳先生。但是而且还有那个角度特别像那个
哎，那个唱那个飘向北方那叫，那个人有某一个角度，反正都挺好看的。来，好，那这是我就有时间看一眼。海，我没觉得像九海。我这他们也说像九海。我没觉得有长镜，对，有长镜，某一个角度有点像有长镜。我没觉得像九海。谭健次，前几天我直播的时候，他们在一直在底下刷这个谭健次，我也不知道是干嘛的。然后这正好看这个片儿，哎，还真的挺好看的。靳老师直播间有900多人，没事，咱这2000多。啊？怎么样？有人说您直播间有900多人。没有，1000多。嗨。借打二块啊！应该是2000多，3000多啊，3000多，就掉了。那倒没有，那没有，那有点吹牛了。1100，我好，我一看耶，他看就过来900。啊、哦，我们这有串的。啊，第一次来，你以后要常来，常来哟，欢迎关注哦。嘴还漏了。天天我看你们在哈尔滨玩还挺开心的。谁告诉你挺开心的？我们能不开心吗？我们倒是想不开心，我们怎么能不开心呢？除了开心没事了。这多新鲜呀。不像我们前些日还是在北京奋战，下午晚上你要脸？哎，咱给他挂了吧，再给他。你看看人家天天休息，光上活了吧？那好像400多块辛活了都。我们光睡觉，下午晚上。明儿了。那叫哗啦啦啦啦，我也不知道几个他生日快乐。生日快乐。对，他怎么在弹幕说他过生日，但是我实在数不清他这名字是几个啦。6个啦。各位，在我底下打，只要在过生日的都去萧航那个屋，他爱祝人生日快乐。我也没有那么大爱好。对，过生日的，但凡今儿过生日的，都到萧航老师那个屋。哎，七点半生日歌。小杨老师就统一祝大伙儿生日快乐了。嚯、这名字真长，就跟前两天看岳哥发那微博似的。祝九涛没有祝九涛，有一个叫倪九涛的没有祝九涛。别祝九涛啊！那倪确实有点像祝啊。是，那也别祝。那捧着说呀，捧着聊啊。有泥酒汤，没有祝酒汤。嗯，哲说有祝酒歌。嘿，行，还是看你们回不来呢，能回来就不错。是，我们回来也踏实了。对呀、啊，你在这边隔离14天，甭管是多少天的，哪怕14+7+7呢，对吧？别行了，就别办着这事儿了，还加戏，最可气还加2戏呢，还你看这14+14不好吗？14+14，这么说显得嘴皮子利索，给你往上添点，1+1+1+1+1+1，没那么长的气。在最起码你就是踏实的嘛，对，这倒是，最起码我们知道，我们能知道什么时候能演了。我们在那儿的时候是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演呀、啊。在这半个月吧，谢谢。对，下周。坏了，我这快1400了啊！
谢。我们在乎这个吗？真的是。哦，你没问他，你到底嘛？不能再吃了，不吃了。真是，好，不吃了。怕什么的？我们也快一百了。要什么一个人不能看直播的？能一百多了。我是不是又怕？怎么了，小航？刚才你打刚才就喊我吃了。祝我生日快乐了！你来错直播间了。那是萧航的直播间，萧航的直播间，不是萧航，就那个武士头那个，就那浪脑袋，武士头，浪头的那个，浪头那个，都跑这过生日了，对，过生日的都去那屋。猫不应该有两只爪子吗？我又不是个残疾猫。猫谁告诉你猫是两只爪子的？两只前爪，四只爪子吗？两只前爪，还有尾巴呢。对，过生日的坐一桌，过生日的都上萧航那桌。对，过生日都往一桌待着。搞对象的都上我们这桌。那边是婚庆，你是好吃狗粮的日子。搞对象就征婚的都来我们这桌，只限女性。考试去花了也行。考试去花了。得不见了，有30秒，我们就要关机了。你们就没有个充电器之类的东西？不好充，没法充，这是夹着呢。你这是干嘛呢？我没干嘛呀，这不是跟四位老师学习吗？是不是现在嘴里嚼东西的人是因为都抽不了烟吗？尤其就是吃棒棒糖，这是因为抽不了烟吗？得叼个棒棒糖。那怎么办呀？我也不能净喝水呀。然后那个一会儿等到直播结束的时候，挨个祝你们快乐啊！我都三杯水了，我都。一会儿萧航发朋友圈去了，一会儿发什么朋友圈？发一微博，祝大家生日快乐。就跟前两天岳哥发那个生日快乐，我琢磨半天，岳哥到底是祝谁呀？对，底下那观众人家那评论就挺有意思的，就说了，哎，就这个才高明的。完了，下班了。哎啊，得他手机没电了。我这连不了，你得让他们连。我不知为什么，刚才我想连不了人家。那个谁，小葵不是发了一个，也是发了一个，说岳哥，大舅祝你生日快乐。啊，这不都学三哥那个吗？对，学三哥那个吗？征婚结束了，喝茶还睡觉呢啊！每次点个直播都在吃糖的，不是他吃糖的，这个就这个人呢，他有漏皮，一般人都漏尿，他漏皮。我这瞧我，你瞧我漏这玩意儿，我还漏了一点鞋子，就跟今天我似的。今天我们哥们给我抖了一个包袱，我今天那什么呀，我明天啊出去跟我们哥们几个人，我们三家六个人，我们一块儿坐下吃个饭去，明天抄三家啊，吃饭烤串，然后说您我买六个烧饼呗，咱人均一人来一个，然后给我来一句，你还吃你们队长，嗨。然后我当时我下了班以后啊，我就不太喜欢这类型的包袱了。我说我点这种包袱啊，仅仅局限于台上，我下了班我是咱正常人。我下班也不是什么包袱，我都乐一乐了。净这吧，净这。我周围有这类的朋友。这个也可能是他们老听这个老金在台上这种包袱了，他就慢慢往这边跟老金在一块儿，就容易往上靠这种包袱。
他刚才在我直播间里抖了一个包袱。嗯，他说抓头发呀，他最近想研究一下这个纹理，然后不是纹理科那个纹理。我是这么说的吗？我是这么说的吗？我是我最近那想得了吗？那个，对，我最近正在研究纹理，不是纹理科啊。没学会太新颖。哎，这么使也不一定能响，你知道吗？他跟怎么使没有关系。不，他就专打一波年子，你知道吗？有一波年子，就这种包袱就绷不住了，就已经。你没听见我那天我使了一门头沟，我上了，我是别人使了，我上了一个门头沟。先说你们知道这活吗？不重要，也不重要，不重要。你们知不知道这还活不重要？因为他中间改了一分。然后呢，我呀，改的时候爬了一下福寿全的那个梁子，给他叫对象嘛，给老朱那个叫这个一个寡妇嘛，一番一番一番，你入赘吧，牛头叫嘛，不是，那是娶寡妇。哦，这是门头沟，这是倒插门。啊，这俩活，这是俩活。嗯，然后呢，那个，对吧？但凡你能接受这个，你能那个入赘，我们这寡妇说了，立刻就给你十条，给你六十条黄瓜。他那边老朱黄瓜，黄瓜干嘛？金条啊！这是第一方，第二方，这是个寡妇，寡妇咱不行。人家说能接受寡妇这身份，再给三十条黄瓜。金条金条呢，完了，这一抖包袱人也不在了，好嘛，他都不乐意听。得，这包袱真劝退。我听着呢。完了，这一说给他大伙讲包袱，劝退俩人了都。然后呢？我在呢。哦，听这包袱了吗？听了两番了，第三番。你嗯，来了，接着讲。不爱听我包袱是不是？我怎么出去的？我这是，我看完就给自己卡出去了，就给。一听我讲包袱，实在太给我催待会儿。我一扭头，卡就给卡出去了，给怎么回事？然后听到你听我刚才说了吗？我刚听到那娶寡妇那儿。地方啊，地方。你只要能接受入赘，立马再给您六十条什么呀？哎，那个黄瓜、金条，黄瓜叫黄，六十个金条，啊。第二，寡妇我不行。哎，但凡能接受寡妇这身份，立刻再给四十条黄瓜、金条呢。第三份，你但凡能这么捯饬，能接受这捯饬，再给十条黄瓜、啊、金条、金条，你是神经病是吗？完了说半天金条金条，行，三份了啊，三份好。后这个就长得有点高，个儿高差点还说了，只要能接受个儿高呢，再给两条，老朱呢，金条，带鱼，就是那个眼睛有点小，眼睛小啊，有点秃眉毛，有点黑眼圈，这有点能接受呢，给两条，金条，裤衩，第三份。然后呢，表示再有什么状态，啊，这要能接受呢，再给两条，金条，皮带。我们反正我们主家说了，只要能接受一个缺点呢，立刻就给两条，金条，狼狗。然后呢，我说实在话呀，我在台上有点臊的。我确实我在台上有点臊得慌了。我在台底我说我不使，老朱说你使，没问题，这包没问题，肯定能响。我说响不了，肯定能响。我说你不，他告诉我你不信，你问村三叔，
一个给春晚写作品的人，这包袱值礼物吗，朋友？这包袱值这么一个礼物吗？行，这包袱算你送给中国中的啊，这个礼物就算你送给中国中的。靳先生啊，靳先生，你能看得见我吗？能看见。我这看不见你，也是主播暂时离开。你们看不到是吗？我能看见呀、啊，我能看见。你退一下，小航，你切，你再切回来。我好。然后呢，就都找村三叔去了。我说了。村三叔人家在春晚写过活的，这就给这个，这是人家正经的这个能创作的人，我是能这样吗？他说你不行，你完又完又走一个，你们是都不爱不是你说让人家切出去再切进来，他现在看不见你。我没说让退了，他马上就进来了。这玩意儿，你这不就是打我脸吗？这不就是。要老马上进来，你在我脸上尿尿多好呢！你摆我门牙，对你把我牙敲碎了。你薅我，你薅我头发，你摆我门牙，就我毛囊。他应该马上就进来。我们那天在哈尔滨，小航给我进来了，继续。然后呢，我们就问村三叔去了。我叔给你讲这包袱啊，前后啪这么一讲，村三叔呢，我听我说这叫包袱吗？叔叔，你说，你后边应该再加两份，你再加一句这个，也不就嘛，这就构成包袱。我叔，我叔，你给我滚，叔叔。这小老头也。好歹也是一个给春晚创作的人，你能接受这种？他居然给我，他不仅他能接受这个包袱，他还给我添内容，他还告诉我你这包袱有点不合理的点嘛，你应该再铺一铺，然后后边再加一点嘛，你这包袱就成立了。然后呢，何九华那天也在了，何九华往后台拿大褂去了，何九华给我赞助了包袱，这狼狗。再来两条狼狗。就你们现在送这个礼物啊，我知道你们都是给租客送的啊，这就是你们接受的那个包袱。我发什么来，好家伙的，不容易，这包袱也就是朱老师能想起来，换一般人都不敢这么使啊。不是，主要是我敢使，倒不是谁。哎，班里户，靳先生，哎，你看怎么着？我还有13%的电，估计一会儿我也就扑棱一声我就出去了。就你们都没有充电器是吗？充电器也做了一个。我拿 Pad 播的。我拿 Pad 播的，那个立在这儿了，那怎么接线口隔离呢？他得是在一个平面上，对吗？你给他倒过来呀！火！我倒过来，抖音他可不倒过来呀！我之前我就试过这个办法。你把那个镜头旋转关了呀？对。你得开开它才能转过来呢啊！你开开，我开了它也不跟着我转呢。为嘛呢？抖音就不转，抖音没有别的视角，它也不让你横屏，它也不让你翻。哦，抖音换手机呀？就这，真讲理。这是哪位朋友告诉我让我倒地？完了，我这给我喊了，我播了，你们这一个个现在就都下线，我播了连20分钟，也就半小时，就一个个想下班了。串门回来了，我不得看电视吗？
你要不是给您，哎，我给你们推荐个东西，完了我就租天津的朋友啊，我给你们推荐一个呀。我不是做广告啊，首先来说，我不是带货，也不是做广告，就是我个人觉得还不错的。天津有一个超市叫山姆，好，这介绍的不用听。哪儿也有。别这种不知道，那个就是。山姆超市，大家伙儿如果有做点会员的朋友呢，可以去一去。有做这，可以去买一个罗宋汤，这个罗宋汤特别好喝啊，特别简单，一期就行，但是特别好喝。好，过了，我就给大伙儿介绍一下，也给我买了，我觉得不错。行，这个今天的工作就完成了。一会儿就给我转账了，一会儿转账就给我转账了。这条10:37的时候播啊，保到账5块钱。好家伙，也不值什么钱，这位元都没有，5块钱，怎么这怎么？这是嘛呀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好吧，我也不是有嘛问题，我也不是为嘛你们说有问题，不让说就不说了，行吗？天天卖不让吃，我也不，我这不是，我也不知道有嘛问题。我天天不关注网络，有可能是。经常是有罗宋汤，我们也罗西粉儿。对，没办法。罗西粉儿。我天天，我主要是天天光演出了，哪有时间研究这个呀？行吧，那你那你坐我这屋吃一会儿。今儿手机没电，旁边歇一会儿。这两天休息休息，累了。哎，对。就是，最近抖音上经常出现的一个吃法。吃什么呀？面凉皮儿。什么东西？火鸡面跟凉皮儿拌在一块儿。生意小吗？我还生意小吗？反正我今天聊不说，我明天准备吃。我不爱吃火鸡面，我嫌辣。火鸡面那个辣是那种辣，甜辣甜辣。你要饿你就对，老孔那边声音大，我这边声音这么小吗？我这边你能听见我说话吗？能听见，你这声音也小。我声音也不大，现在就孔哥那边声音特别好。对，我不是用的这耳机吗？我们也用。这叫华为的耳机。嗯。行，我这个工作也完成了。他那一会儿也到账了，支付宝到账10元。还能多点儿。对，老孔那边声音特别大，我这一个半月演了59场。那你们现在能听见我说话了？好家伙，一个半月演了59场。现在行，我能一直能听小航，就是声音有点小。你是个战士的，再大声就该喊了。哦，现在这个音量呢？行，一直能听见。哦，我不理你不代表听不见，那他妈就是不理你。你打我脸，你薅我头发，你掰我门牙，你抽我嘴巴子不完了吗？你扣我眼珠子，你薅我头发，你踹我肚子。置若罔闻，我不能保持坐直，我坐直我就看不见了。我去弹幕什么都看不见了。去吧，别戴耳机的。我去。怎么样？你们这天津有矿，你们在哈尔滨？我们哈尔滨吃的挺好。我们这一帮人，萧乔，这个。以前不是做过一段时间厨师吗？啊，他给你们做。对，各种换着花样做。菜呢？楼下买。菜没有菜，这个
这个谁，那个于金阳不是跟我们搁一块儿了吗？所以正好那个红十字会那边有人往这送菜，两天送一回，送到楼下自己拿去。对，我们俩拿去。也行，能有做能吃饭就行，能做自己做，还行。除了不让出门，其他都挺好。头一回，头一回啊，头一回赶上我这支付宝打开以后跟平常不一样，不是支付宝，我的健康宝。啊，我前些日子我前些日子我那也是。对呀。我现在也不行，现在北京的也是，北京的回不去了。你进不来是吗？进不去。完了，进贺兰都进不来了。不是姓进就让进。那怎么整啊？我来了。没有，现在挺好，现在没事儿。我们现在回来了，就踏实了。至少我们知道，我们这几天完事儿了，就能正常演出了。我那把扇子，过半个月你们就能演了。嗯，你们队过半个月，大理屯吧？我都不知道，怎么练，就现在怎么弄的？应该人家随便吧，到哪都行。一队是三里屯下午吧，不对，对，一队三里屯下午，现在是一队跟九队在三里屯，晚上是九队，下午是一队。你们队现在按理说应该是在新街口对吧？不是，就是如果外地不开的话，你们队应该在新街口，等于半个月以后该换地儿了。你们是三里屯的下午，三里屯下午。啊，你们跟一队呗，一队是晚上，概念没有，是下午。嗯。然后呢，我们队现在是，我们队还在，我们队是广德楼演一个月。现在是广德楼下午，半个月以后是广德楼的晚上。你们现在是广德楼的下午。对。四队也在广德楼是吧？我们追四队，他们是晚上，我们是下午。哦。现在是六队七队在天桥，五队四队在广德楼，九队一队在三里屯，然后三队是在新街口。对，嗯，嗯，这下你们家还养猫了呢？家里养了四只猫呢。嚯！薅吗？哎呦，这要让冲冲看见，他能。寒死！冲冲，这先生那四只猫呢？我们他啥猫啊？没有，他那个他不是那个把猫寄回老家了吗？啊。你们看见猫了？你们怎么看见？那个从他后背上爬过去，你没看见吗？多灵异！哦，我刚才恍惚了一下。台墙上跑过去，跑过去一个大白猫，不顺色哈。恍惚了一下，刚才我还说呢，你们怎么能看见呢？他怎么可能跑那么高呢？哎呀！你们这天天的上活了吗？嘿，我昨天我跟冲冲我们还研究呢，在那歇了这么长时间还不上活？上啊，得上啊，得上啊，憋也该憋出几块了。嗯，哈尔滨奇遇记太难了，好嘛。这几场，问题是这几场都让二队赶上了。去年是五队，
去年南京二队也赶上了。我们队是，反正我们去年我们队到哪哪停。去年南京二队赶上了，然后当天去那个当天魂儿。对啊，我们哈尔滨、去了两趟哈尔滨都没演满，两趟哈尔滨都没待够十四天。那回才有包袱呢。那回我给靳先生发微信，我说靳先生，我马上我就抵达天津了。靳先生说：“你抵达去吧，我要飞往哈尔滨了。”然后第二天他就回来了，晚上我们就见个面。对，有一次是我们从我那会儿不是在四队吗？四队有一次我们从哈尔滨还是从长春回来，然后五队去，据说是到那儿连夜就回来了，根本就没演一场都没演，也没连夜睡了一觉，也不是连夜，第二天起来吃了顿面条，连面带饺子一块吃的是吧？对对，连面带饺子。我们是什么呀？晚上最晚的飞机，我、张鹤晴、刘鹤安，有没有朱鹤松啊？有没有老朱？我忘了，不是我们仨，就是我们四个，我忘了。然后呢，我还在天津机场呢，我给杨哥发了一条微信，打了个电话，我就说杨哥，能不能演？杨哥说现在反正没接到通知，你们得来吧。我说得嘞，去吧。哇，飞机飞到哈尔滨，把东西我就留了个心眼儿，我那箱子里东西我都没拿，我就在箱里放着。然后呢，像彪哥呀、小魏呀，还有肖元呢，他们留下就已经把东西都摆满了，各个屋子，这个厕所用品放厕所，屋里用品放屋里，都已经拆的那箱都空了。当天晚上出来，我们一块吃烤肉去了，吃了个烤肉挺开心。吃完回来呢，一点多，大家伙闲聊天啊，八卦在吃饭在聊天，三四点啊，这谁？你在这玩什么呢，老叔？哦，这个是吗？波浪骂呢，特别音儿特别大。哦，然后呢？对，然后呢，我们就睡觉吧。早晨七点多。哎呦，差不多，不对，不是七点多，四点半左右，村山叔给我看了哈尔滨啊多少号文件我忘了，来看看吧，上面就写着这种演出什么都停止什么的。咱村山叔就问我看怎么办，我说这个等通知呗，然后早晨七八点左右去告我们了，可以赶紧回来。你们那能回来就不错，就对，然后赶紧买票赶紧回，令人羡慕，他回去了，有没有回来有隔离的？你回来隔离了是吗？有隔离的，他隔离不隔离啊？他分区，可能是有的地儿，可能比如有的地儿要求人家当地的要求，感觉危险地区回来的必须隔离。有的就是居家观察，有的是集中隔离，有的只要报备就。我记得朱先生那回就集中隔离来着。哎，我们这次这么长时间没瞒住，让你也就给吐露出去了。这么长时间没事什么都没人知道，没事，你得一句话才行。哎呦，他那阵直播他不说着吗？我们这个现在就是我们这个现在就是居家观察。对，观察还行，观察说白就是几天做一次核酸应该没什么事儿，别瞎溜达就对。对，嗯，
看一眼我现在还有多少。他临下临下还给我们找个事儿，你说8%的电，你能熬的，你那手那个 iPad。 嗯，看看我这还有好友啊。行，你按你刚才那意思说，你那 pad 还有13%的电，然后现在还有8%的电，你放心，你熬到12:30不是问题，嗯。好嘛，刚才13%，现在8%，这5%下去其实挺快的呀。1小时了都，跟你讲。有吗？对，我们这边没什么事儿，就是在家里待几天就完了，就可以恢复演出了。现在不演出是为了大家伙的安全。对，别讨厌。对。你跟他说去呀，你去那屋说去，你告他，别让他玩了。谁呀？我们这屋有人说那个笔想给他扔了，我说你往那屋说。哦，这个。那怎么办？没招没落的这玩意儿。注意安全，是注意安全。对，还得写作业呢。哎，但是哎，老虎买把扇子吧，我有扇子，跟宝哥了。哦，跟宝哥，萧航呢？嗯，萧航现在等那个演出了，看看。等机会呢。嗯，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。我没等节目单出来再说吧。哦，节目单出来就知道了。哦，还没官宣呢，得嘞。哎，得嘞。现在还5%了。哎，这怎么可这3%怎么下的那么快呢？对呀，坚持不住了。你听我的，你现在把那个充电器插上，你简单的先充一会儿。它这后10%往里顶一会儿，没事，我们可以不看你。你把那派的朝那天花板。哎，那我直接语音跟你。要不你连不了麦，我们俩要连麦的话呢，你语音加不进来。你把那个派呀对着天花板。哦。然后呢，往里顶会儿电。你要乐意看我，就站起来呀，低个脑袋。好嘛，咱差不多了，主要冲这边点好了外卖了。哦，嗨，马上就凉了。我以为你要就寝了呢。你吃你的，你那边就开始吃啊。那你吃是？你搬呢？没有，我说让他坐这儿吃，他没事儿，坐那儿吃也行，没事儿。这味儿也飘不过来，也不用怕馋我们。我不馋，我让他坐这儿吃来着。他说没事儿，家里什么都有。你不上锅就开始吃的吗？啊，我吃草莓，因为今天吃完饭了，我也不知道也没有嘛吃的在家里，然后也没有嘛想吃的了。嗯，对吧？你冲着电，
你听我的，一会儿那边吃饭的功夫把那店打清上。哎，这么着，我们要是吃完饭了，你们还在播的话呢，我再上好吗？你要一点吃完饭，我可等不到一点。你听我的，你我应该吃不了播一会儿。你就那边吃去，你这边听着。我应该播不了太长时间，我估计最多到11点半就得传了。真的像你那边露脸也是那些人不露脸的，那几个人，你不反应，还一擦就吃饭去，对吧？就是因为人少，我想找个底。别呀，你先让这，先让您那个他现在要跟你似的2000多人，我至于下播吗？把您的顶顶强将先请到我的屋里来，然后呢，您那边一吃完了，哎，我再送回去。哎呦，我们这说了，人家说，看了一眼有40个人，从这40位大军，一步，对吧？这40个都是奔你听那个生日快乐去的吧？哦，这么多人过生日呢，今天还等着呢，就等着您祝他生日快乐呢，好嘛？这这个人数一飙升啊，显得怎么叫人数一飙升呢？行。等着我拿充电宝去。你他脱鞋了。冲冲开吃。对你吃的。对你们该你对你们该吃吃你们的。对。大家伙看墙跟看你都一个意思对吧。可能没你呢，一会儿还有好多人往那屋里闲聊天去，反正觉得正主也看不见，他在里一聊天。那你当朋友圈了，大伙儿聊一聊。哎，你看这也挺好啊，这样这么多。你们现在看不见我的桌子吧？看不见。不重要。看不见你，但是也看不见你吃吗？我什么都行。你应该让冲冲开。我看你们在哈尔滨，我看你们天天是太闲了，天天好几个直播的，从下午就开始播。宝哥播的比较亲吧？对，宝哥，我们被停在那儿的时候，我们队有一个演员叫范潇琪。哦，对对。给我发了个微信，说孔老师天天吃泡面的日子不好过吧？嘿，这话，我们立马就拍了个照片发到大群里。发大群干嘛呀？他们二队大群里呀、啊。对的是你们队的了吗？对的不在四队吗？对，从四队跟着我一块调过来了。跟着我干嘛呀？人就是，就赶上了。我们俩一块从四队过来的。贺龙呢？贺龙跟这个于家伟了。啊？是于家伟吧？是。对，跟于家伟了。大鸭子了，他们。我的天哪！你吃你的，没事。他说你们好气人呐，他先气我们的。我的天，还真不知道，真不知道。对，刘鹤龙跟于家伟了，范潇琪跟于长青。于长青是谁呀？学员。于长青反正就是应该是还没给字儿嘛。学员。没听过。对。啊，对，于家伟现在有字儿了，叫于小伟是吧？他我知道。冲冲，你要坐进来吗？于小伟。
行，坚持不住的就早点回去休息。我十一点半下，十一点半我也不行。行，咱一块儿。十一点半，我最多差不多也那点儿。季佳伟之前跟张鹤文报吧，报个带过。我发现一问题，怎么了？这保没开刚才。白放倒了给自己。好嘛，佳伟之前跟豹哥嘛，有一个经典，对，经典的是六分钟、九分钟的黄鹤楼嘛。六分钟，六分钟黄鹤楼。对，不是六分就九分，我忘了。嗯，那回是那个谁队长去了。然后临时加了一块活，队长使了一单儿，给他们留了六分钟，然后他们到二。我知道三里屯嘛，三里屯，我还拼的那个。对，对，六分钟的黄鹤楼。豹哥还想扑两句呢，然后一下两句话，行了，别废话了。你说黄鹤楼，我知道你来这个，我来这个，来来，咱俩坐那的。当时豹哥脸都拧了，当时人都疯了。对，那没招啊。我乐了，那场我真乐了。真的，要不然下不来，实在是下不来。但确实，他们这卡时间卡的也挺死的。我看弹幕，谁说我不看弹幕？我看。豹哥快成美食主播了，是是是。豹哥最近在研究各种吃饭的技巧。完了，豹哥，豹哥已经开始不研究活了。我这么着，我颈椎确实不老舒服。你别斜着看我。你别讲究他呀，你别讲究他。你们俩，你听我的，你把耳机都塞了，你现在就踏踏实实的吃。对，你就吃你的饭就完了。你还是也不骂你。两边冲着垫垫个东西，这样。你这样的话，我摘耳机了。对。这个哥哥跟史爷也使过一回，五分钟就下来了的。有。我速，这高度不够。经典的。我就不会这么演。我说实在话，我说真不会。实在骂不了。不会，这是不会的骂。就你先别告我，让我五分钟别使一个什么什么活，咱别说五分钟，你先让我十分钟使一个托起线子，我不知道怎么演。肯定是肯定我们现场。主要还是这个条件不够，那种条件够了，你准敢演。十分钟下不来，一指那老太太，她不管饭呀。你看你下来下不来，也看后场是谁，对吗？你要后场对了，要郭老师呢，两分钟就下来。我有一回，对，我有一回啊，在新街口，那天老祖不在，我跟哲叔，我一看老祖不在呀，我正好我也得回天津。我说我就别穿底了，我跟哲叔倒二，我让彪哥穿吧。我们在倒场，彪哥一看穿底，还特意我说彪哥您有什么大活也随便使了，得嘞谢谢兄弟。彪哥给自己报一黄鹤楼啊，报好像是黄鹤楼啊，是左方头，我忘了跟大壮。我跟哲叔是四方师。然后呢，我们俩上台演吧。我应该是九点下，我俩叨叨叨叨叨叨叨，哎呀，连玩带闹。我就看表，一看表，9:10，我在这琢磨，怎么还有，怎么还我演了这么长时间，怎么还刚演十分钟，因为底子就有点上嘛。这么长时间了，我怎么还演十分钟呢？哎呦，我还跟左手在那还玩呢，趁吧，当当当当当，9:01奔20了，我这突然间脑子，我说不对。
不是我舅，我是道二。我说坏了，就看表哥在后边一句那个快点。然后表哥是这么说的，表哥是用行话说的。然后呢再喊了一句，然后呢我在那儿坏了，我都是坏了，就是表哥的地我忘了。左水是一愣，哟，他也忘了，我们俩是太开心了，玩太嗨了。哎呦，然后当时吧，我都是我看不是一样的，他以为我没听见呢。后来呢，表哥聊了聊，我也不知道我到哪儿了。来那个，表哥聊了个帘儿，你可到这儿来就回来了。我下来的时候，表哥也就还有十分钟，是五分钟，就我不是9:20，就是9:25左右下的。我表哥实在对，我真以为我是急了，我忘了。表哥在后边九点五分、9:10的时候，还跟人后边说了，不是老金没问题，你放心，老金肯定没有，不用给他喊，他马上就下来，没事。下来我跟表哥这个道歉呢，难得让表哥穿自己好去，你看看给表哥留了。弄得还挺不好意思的。这也挺好。我们有一回在新街口我们好像腰使完了以后，那会跟张少伟一场，少伟就走了。走了以后，那个宝哥跟金山老的底，道二，小菊跟包子的底。结果这个道二快传了的时候，主持人下来到后那个一楼后台问，说这底还没来呢。我就给包子打电话，我说包子你们到哪儿了？包子说我到广州了。他说月哥的场我们助演，我们在广州呢。我说今儿你们不是新街口的底吗？说哟，那可能排错了是怎么着的？你赶紧想办法吧。我一看这怎么办呀？台上宝哥跟金山老已经翻一个了，底没来呀，他们俩已经翻一个了。我跟主持人说，我说你这么着啊，下来以后你什么都甭管，上台继续报幕。孙鹤宝那会儿还不叫九点呢，孔志杰呢还，孙鹤宝、孔志杰、黄鹤楼直接上去就报去。然后下来我把金山老让出去，我说宝哥咱俩再接着上台演一黄鹤楼。孙宝都疯了，孙宝在台上他一个人玩了得有一个半小时啊。那倒没关系，演一个半小时我倒演过一场，演一个半我都演过。好家伙，我越来越太热闹。不，现在问题是他不，剧场不让你玩了太晚呐。是啊，有时候不特殊情况吗？我也不能我到那儿愣演，我就直接演那么晚呢，不是特殊情况吗？然后这个那天我看脱口秀整场啊，一个小时四十分钟，等于100分钟呗。嗯，整场100分钟。这刷牙了。那天我们仨人干了80多分钟。你再吃点。我们三人干了。我都是你，主要是跟大华那个是吗？九海，哦，黄鹤楼80分钟，啊、哦，黄鹤楼是80分钟，人家6分钟的人家说什么了？人家，我现在都不敢，我想一言群的，包底45分钟到50分钟起步啊，这是包底。基本就一小时间，主要是这，反正我使活是嘛。哎，您说，还记得曾经我们在五队使过一回3分钟的规律论，还有一回4分钟的四方式吗？我为什么呀？3分钟的规律论。3分钟都不够我使一个模仿画的。也搭着那天双出，前边是腰上就已经自我介绍什么都弄完了，然后
完了，停电了。他还卡了，他还，你看看，停电了。好嘛，宝子全跳了。想不了了，小航啊，这宝贝得他又卡了他。对，以前是能演到十一点，有时候哈。以前能大演。嗯。最早之前呢，没有要求。最早之前那很，这说话2014-2015年吧，那是演出时间没有太多要求。五队的时候刚成立，饼哥就说了，大家伙能多演呢，都多演。多给点儿，多说一点儿，好演的多说一点儿，不好演呢就差不多。嗯，然后呢，大伙儿就都，哎，都就是习惯了，每场多演个5分钟10分钟，每场都多演个5分钟10分钟。然后饼哥呢，就后来就有了半年吧，饼哥有点不乐意了。我天天上班就是我下班的点儿，我天天上班都是我下班的点儿。你们天天都这么爱演吗？行了，我收回之前那句话，行了，大家伙差不多就得了，差不多就得了。哎、那是老冯道二嘛？嗯，冯哥的道二，天天的冯哥就是，他说，饼我给你留多长时间？他说您演吧，您那我这活我是什么什么活？我这样吧，说多长时间，多长时间，然后就发活发钱。我黄鹤楼就是这么发的，我上黄鹤楼这块活就是，我那个老朱说了，我说有机会，咱俩要能使了黄鹤楼，咱俩就算混成了。这块活我们俩一直不敢上，我就认为这块活太难了。相声演员要上了腿子，这绝对是一个很大的挑战，这活太难了。然后一直不敢上，然后饼哥就给我报了一个黄鹤楼。然后呢，报完愣报，愣给我写一个黄鹤楼。他节目单，节目单写完黄鹤楼呢，然后有一场活，说哎呦，周五晚上黄鹤楼。然后我就想周三演一个，妈呀，我正琢磨着呢，饼哥啪啪大笔一挥报菜名。他也没管我，我说哥，我使不了，换一个行吗？就这哥，你敢涂吗？确实那阵钱或者拿铅笔啊，那阵真是拿铅笔，但是也没有橡皮，他就告诉我你敢涂吗？挺好，要不这么逼着你啊，这活不好上，不如在手机上看你们俩。没事，你加入一下，顺便看你们俩，我还能躺会儿。你老不理我们，哼！我不怕说错话吗？倒没有怕说。嗨，你老已经没事了，该说错的是已经都说错完了，已经不用再担心了。你倒不是说错，你是说不出来，现在老是，对他老卡着。是，我用流量播的，我已经用了，你看我花了多少流量？现在流量不都免费吗？不无限时吗？对呀。谁告诉你的？你不还？您那还128.5G呢。128.5G。我都用了2亿的流量了。我那个是前20G是5G网就快点儿，然后呢这20G过去以后也不加钱，但是网速就慢了。啊，我想每个月都得用二三十个G，得还得多，这还是在家里嘛，还有都有那个 WiFi 的情况下。对，得。我记得我们这些人发流量不是免费。我们这些人发活最可乐的是游戏。我们发活的时候确实是饼哥填，饼哥给我们填，因为那阵儿好活什么都是还不是现在电子档呢，最早时间那阵儿好活都是文字的，饼哥拿张纸啪啪啪啪写完大伙儿填，都是这么填。然后呢那个天桥游戏那天好活，那天游戏没场，然后呢就没他没去，
他没去肯定没场。然后呢就报节目报活吧，大伙儿填一碗饼哥先填，饼哥底填完了大家伙抢，谁抢着算谁的。一般都是这样。然后呢饼哥哇填完了，来吧我们这一帮人谁在台上谁倒霉。哎呀对。谁在台上谁倒霉，大伙儿哇抢。也那个都抢完了，游戏没在呀。然后呢别人填的，填了几块活，哎呦使嘛呢，饼哥过去了找唐辉，应该是个周六是周日的下午找唐辉，完了吧没有人通知酒席。没有人通知酒席，不没有节目单吗？最后最后那阵节目的没有位发吗？不是现在不周五发吗？过去是周一发。哦，那阵是每周一发节目单。嗯，所有的演员哪天有场，你在哪儿演，都是周一你得看。我们队是嘛？那阵五队好就好在你自己填，你就填的时候你就知道哪天有了。别的队是嘛？对，自己往上报活，群里报活吧，你报五块，报八块。队长给你拍，拍完了没有一个截图，你就搜一自己查金点去，都是这样。嗯，游戏不知道就严吧。谢先生。周二、周三，嗯，怎么了？没事，你先讲吧，你先讲吧，我一会儿再说。周三了，终于到周三了。然后呢，游戏严活在后台说了：“哎，我明天嘛活呀，明儿也不骂骂骂。”这谁给我报的？我说有谁谁谁报的，有饼哥报的。嗯，饼哥又报了。我说对呀。我说你不知道，你没看节目单啊？没有啊。我说你快看看吧。我这终于打开节目单看了看。然后呢，就是也是特别开心，特别开心，特别开心。就周六下午是周日的下午啊，尤其看见自己的澡堂会，特别高兴。你看完在那儿。哎呦，高兴的当时都说不出话来了。当时就想，我说就那个，就这是尤其这是饼哥的比较关心你，然后呢给你派了一这个。尤其到等于周三的时候才知道周六时间啊，周六下才知道自己有一个新活。然后那怎么办呀？礼拜三回家装去。啊，线上呗。有我那会儿像什么蛋行论呐、啊，什么街瓦呀，都是那会儿就是因为这活名弄错了，最后愣上了火。我有一个习惯，就我报活的时候，我所有的新活都是先报后上。不，那你最起码你是有这个想法，我大概其实想要上哪块活或怎么着的，先把它报上去，然后呢逼着自己没办法了，得赶紧给它装下来了。但你要没想过上这活，愣报也不行啊。你还慢活，你要是罐儿，那没戏。对，你要是罐儿，你最起码你得先有罐儿了。这罐儿有了，我今天想使这活，我把报上这活，然后我再去传这梁子去也行。对，正齐的。你除了罐儿、柳，除了这些就是必须要的这些，一个字儿都不带差的东西，这种类型的活以外，其他无所谓。嗯，对，其他都好办。你其他活你自己先听先放都来得及。嗯。对，我上所有活，我使了所有新活，必须先报，要不然没有动力是吗？对，我报要不然这玩意儿晚上或周六晚上，我报完了以后，如果说我要想我什么时候上下来，我再报。你放心，这块活这辈子也上不下来，上不下来。嗯，我这到底卡不卡呀？卡是不卡？真的，我们原来最上的最神奇的一块活，
上的最神奇的一块活叫捉放槽。嗯，你上那块活不神奇，我知道你上捉放槽。是怎么上位？是怎么上的这活吗？我演过最神奇的一块活叫接瓦。你逗的。啊，孔老师，你先舔着脸讲讲接瓦。还是你讲还是我讲？接瓦这活没毛病。接瓦这我们在哈尔滨，我跟消防使的，我使的消防凉了的接瓦。哎，这先生啊。你之前使接瓦吗？是啊。你接瓦是什么底？什么底？就打人，只要接不打，什么都行。我告诉你，我们这个底啊叫小燕子。什么意思？我们呀，这个这是跟消防第三次还是第二次合作？第三次，第一次是那个五坠的，第二次是分河湾，第三次是这个接瓦，是吧？对，接瓦这活呀，我本来就我上一次演接瓦还是2010年的时候。十几年了，所以我实在是，后来我就说给报这么一接瓦，我说行吧，跟消防我们俩就一块儿在后台，我又听了一遍，我就跟消防说，我说呀、啊，我上台啊，先这个铺着钢走，咱先使点这个碎包，先把这场开开了以后，咱再入接瓦。嗯，就开始使电话，开始这个。现场砸瓜，那天现场的观众配合的也好，就没有地方可以入接瓦这活，就从头到尾我进不去，我根本就进不去。然后那天的观众也是那个上厕所的往外走，我们就砸这个上厕所的，一会儿上厕所又回来，又砸他回来。嗯，然后这观众也。消防在旁边还问呢，咱们这个节目不是叫接瓦吗？最可气的是，那个宝哥跟东哥在哈尔滨嘛，他们在二楼看着那个监控器，让那个小竹在那传着这个消息，说他们要入活了，跟他们俩说一声，他们俩好从二楼下来。等我们俩鞠躬下台了，已经我们都没入活，我们已经下去了。到后面一看，哦，俩人没下来，是吧？我们俩又翻场翻了一个。哎、最混蛋的就是孔先生，还要跟跟我们一般说相声得押题，得扣题。然后呢，我前两天接了个瓦，然后我给大伙儿唱一小燕子吧。好活的。对，我们有一个演员叫安九剑，那是吧？安九剑，我知道。嗯，我们在南京啊，有一天跨年吧，应该是跨年，我们玩了一个小游戏叫抽活。怎么抽 啊？连抽人呢，再抽活，就是观众从底下俩箱底，就是演员的名字，抽一个逗哏的，抽一个捧哏的，然后呢、我一共写了有40块活，都在这个箱子里了，观众抽到嘛演嘛。这40块活里，我们每个演员都有1块到2块，甚至还有多的。没有会的活，嗯，也许听过，但是自己绝对没演过的。嗯，老安呢就说了，这40块活我就怕捉放槽。嗯，只要没有捉放槽，嘛活都行。你真不知道那2天我们的宿舍氛围多难受，那个学习氛围啊，大家伙一个个的都在上活，大伙拿节目单，这活不都上听，好、啊、都拿耳机的，当，还是都在那听，5个逗活的，啊这游刃有余，天天后来玩游戏，五个连活的，天天在那儿听活。老安的天才在那坏了，我就得一个。这个主意是谁出的？你觉得捧哏的能出这主意吗？哪个捧哏能自投罗网？然后呢？哎呦，所以说是你出的呢，还是春山叔出的呢？我出的。
然后呢，等吧，老板就开始问，问这做放槽，问存山鼠，存山鼠这个我也没使过这活呀，但我知道有嘛，我您听得多呀，还有嘛有嘛，一会儿问问问问我们，一会儿问问那个彪哥，问问问，哎呦，到晚上一直抽的时候，我千万别说抽位，这个我算完了，还是没上下来呀。他也是万幸，抽到最后啊，凉活的是折数，他个刘哲，抽活吧，桌放桃，哎呦，我们后台演员就，我就看了当时老安的状态，也是桌放桃，桌放桃，哎呦，在后台都跪下了。我们一帮人拉着老板上台，我们一帮人南京二楼那小窗户在后边，我就当然听着老板。真的，老板是真没有。但是这个还这还好吧？这个凉活的有，死活的没有，问题不大。对，左放槽啊，左放槽就不对，老板凉活，刘哲。哎呦，那干了。那干了，对，他一句正流都没有啊！哲叔死，哲叔在那儿说了，哲叔说了，你不用给我解释了，这套我比你熟。那可干了，守观众看个乐吧，那守观众看个乐。哎呦，老板上了一块活，那天说放到现场上火，挺开心，挺开心的那场，但是这种演出吧。确实不好复制，也不想复制。要再演的话呢，就哎呀，没有。这如果捧哏的站出来了，他斗不了这块活，但啊，愣愣吧唧能斗下来呀，也没事儿，也挺可乐的。就怕斗哏的一上台，他还斗活，然后这活他没有，就特别顺。对，我跟张少伟上这个捉放槽这活的时候，就说那个咱下礼拜报一个捉放槽，行，礼拜三咱在三里屯，礼拜三的晚上演捉放槽，我们三场还是四场？结果礼拜三下午演完，说下午对活吧，把这个节目对一遍，怎么了？啊，没事。你说你的，说把这个节目对一遍，结果一直到二场还是三场下都快下来了，也一句都没对。那天我没记错，好像是宝和报幕，我们俩就在后台那侧幕梁那喊：“黄鹤楼，黄鹤楼要把捉放槽改成黄鹤楼。”宝哥也没听见，抱捉放槽就下来了。我们俩上台，因为黄鹤楼跟这个捉放槽前面铺的都一样啊，最后这关子就得拧在这儿。这个捧哏的说：“咱俩来一出什么呀？来一出黄鹤楼也好，或者来一出捉放槽也好。”我看着少伟那意思是想来黄鹤楼，我说不行啊，人主持人抱的捉放槽没有来黄鹤楼的道理啊，就愣说黄鹤楼。愣在台上把这个节目演下来了，但是后来那个肖航不是跟那个少伟演过捉放槽吗？那场还行，你们俩那场捉放槽演挺好的。对，就那次演是挺好的，就是因为这个人物关系太对了，这逗哏的就是不会。然后这个捧哏在那一句教，哎，这人物关系是对的，所以叫才好玩呢。彪哥这活好，然后他后来才改的这个这里边这个你我他，然后左右什么什么，对，小花脸王顺，曹操，改了一大堆人的，这舞台上站了七个人。我说这个他那个挺写挺好，还弄得挺好的，彪哥这活演的。赵哥做放槽特别优秀，是一个学习的，吃得挺。唱谁不唱谁他娘的小狗子，唱对，唱谁不唱谁他娘的小狗子，谁不唱谁他娘的小狗子。我太爱这个了，我是混蛋的祖宗。
非得唱，非得唱啊，非得唱，跟我玩混蛋，唱唱，跟我玩混蛋，跟我玩混蛋，玩混蛋的总总。哎呦，表哥太可爱了！他们表哥在台上耍混蛋。前两天在哈尔滨的时候无聊翻节目单儿，我看彪哥在节目单上填了一个特别厉害的活，叫“店家住幸福大街”。对，嘛活？庄子建家住幸福大街，这是嘛活？追妖啊！这能是嘛活？这还能是嘛活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，有点慢。哎，这块表哥的经典是碧水金睛兽，你看也得有人写了碧水金睛兽，这是表哥碧水金睛兽。哎呦，看表哥碧水金睛兽，真是、哎，我想真是吧，我想趴下，我想真是想趴下给他鼓掌都行。广德广德楼那一回，我们这一帮人后台的一帮人，我有幸在后台，咱都跪下了，我们大家，真点跪呢，有点意思。彪哥就是嘛呢？哎呀，是彪哥，彪哥上台了，谁必须金钟兽？行，彪哥特别好，行行，啊，你们听吧，玩太爱听了，行，爱听我就哥哥给你演一个啊。彪哥就上台了，所有人站那，都在侧目等着，就，他这换别人还来不了，好几分儿，必须金钟兽。然后我们就在后面跪下了、嗯、太可爱了表哥，主要是慢呢，表哥要今年20岁也不会觉得这个包袱实力有多可爱，就是他今年40多了，一个40多的人这孩子这么可爱，哎，真是太喜欢了。完了，表哥现在也去三队了，人家高升了、哎、哦，表哥去三队了，对，都越来越优秀了。得嘞，我跟像彪哥到五队的时候是彪哥到五队的时候是2020年的年底，就是封箱前。不可能是20年初，彪哥是三队的腕儿，彪哥在彪哥年不在哪都是腕儿，不用在三队，彪哥在五队也是腕儿，多可爱的彪哥呀，真火！有幸跟彪哥在五队一块儿待过4个月，彪哥我也有幸跟彪哥，也待过那么长时间，哎呦，彪哥真火，现场是真火。我看过彪哥跟老朱的那几场，挺可乐的。真的吧？我们仨有一个黄鹤楼，哦，我们仨有一说放曹天桥的。我跟老朱有一个整扇子那个，有包间卫生撑上来。啊，我看那个了。有扇子给他拿过来，呜呼呀！对，老朱那儿扔，就拿一破扇子，哎呦！他扔给我，扔给我，我也在这。我们俩，我也没传给彪哥，看彪哥自己在那愣着看着，我们俩自己拿自己那扇子。我很老看的，哎呦，这能给自己加戏呀，彪哥。没您什么事儿了，这里头。这能给自己加戏。我过生日，我让彪哥过来帮忙翻个场，唱个歌吧。哎呦，彪哥也没再是的，送那个送你送到小村外，有句话是要交代了。彪哥第三个，虽然已经是百花开，给我嘛，当个冷当里根当当当冷根里根当，不让我唱吗？虽然已经是百花开，我还没说那家伙点儿呢，路边的野花玩表哥疼一会儿，
是不少一个我呀？彪哥就愣了，然后过来了，我在后边，彪哥哪法也不对，我就问彪哥，我说彪哥你们在后边啊，刚开始彪哥不对，后来那春三叔那个也不对，我就问彪哥你们真火了吗？哎呦，彪哥在这跑，在天桥队社跑了一个圆场，没对活呀，没对活。真是给我们俩，真是整的真破防了，太可爱了，彪哥，真是太可爱，太可爱了。尤其有跟彪哥要在一个队，开心死。哎，哎，这彪哥还有一个特别好的，那个什么，周放堂那个。也不知道怎么着，人那个就是将刺客曹押上堂来，还没说完呢，将刺客他那拉一来早了啊，去爷，去爷，好，赵哥这去爷挺好的，去爷，你咋还不睡？睡了，睡了，睡了，四十了，兄弟们，撤了，11:40，下了，下了，不行了，困了。咱们拜拜了，中年人改天见，对吧？哎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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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得嘞，拜拜，还有大官儿，哈尔滨，拜拜，孔先生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我们跟玲珑换大官是在哈尔滨，也翻着这个嘛，你看那里有小鸡肉，你看那里有小鸡肉，他们是穿的你那。他们穿我那个橘的，对，橘印花那个橘黄那个，我们穿那黑的嘛。啊，那挺穿你们那橘黄色的。哎，老祖穿着大南的那个豆绿，好家伙的耷拉到地。黑的吧，我们那天穿的。哎，穿着他们的黑的哈，黑的黑的黑的，好家伙耷拉到地上。我这小鸡跑这光逼逼来了。哎呀。那都是张小玲都跪台上了，主要没想到他真实了，台底下告他半天，别使别使别使，这不行这不行。刚开始是医生，我这小鸡光医生，后来觉得吧确实不太好，他就改成光 BB 来了，我这也别使，没想到他上台他居然在真实了。他妈都该使，他有冒不干的呢。每次告他别使，他都使；每次告他别使，东西都使。你还记得就是，去年刚开箱的时候，嗯，去年，咱们去年在五队刚开箱的时候，嗯，你第一题不没去吗？嗯，你是给诺诺跑幼儿园的事儿，还是跑嘛去的？对。啊，你好像是两替都没出差，我跟老朱有幸使了一个礼拜，我斗仨，他斗仨，长春吧，好家伙太快乐了，长春，哎呦，在台上使那个什么，使那个学满语，他递给我两把扇子，嗯啊，拿好了，这是你的护背双刀。我说我拿这，你拿什么呢？好，他把那个醒目记在手绢里，我拿一流星锤。好，老祖现在已经这样不满足了。老祖现在台上已经把所有东西都给我了。哎呀，拿两把，有四把扇子让我拿四把。哎，我记得他有一回使的是把这醒目抄起来，他那是手雷。我拿把手枪。好，他手枪，他给我，他告诉我他是手雷。他是手雷，手枪，然后呢，那有手枪，有手雷，给我呢俩扇子，然后再给俩雪橇，我也爱搭理他。我们俩那回使一什么来着？我们俩使一那个，忘了哪块文活了。我前面使了一个粽子师，
宽衣解带任君游，豪醉一身白肉。啊，看来他这边就开始批我哦。从你这个诗里，我听出来了一个肤白貌美的妇女。我说嗯。我这还得解释啊，然后一会儿得解释解释啊，最后送的包饭是里边是白的，哪有大胖娘们儿？朱老师愣给我翻了一句：“哎呀，这个粽子剥开了皮，里边是白颜色的米，所以它叫扒了皮吃。”不可乐吗？这还不可乐吗？你还想挺吗？啊，现在我发现您这对演员要求都太高了。谁说不可乐？谁说的不可乐？怎么还有人说不可乐呢？对，还有一回，他那回是一个山中奇兽。老祖说了，不会再使了，确实没嘛意思。好家伙，他提前啊写了这么大一张，就是那个作业本上撕下了一张纸，嗯，这么大纸，把那几番那个诗啊都写好了，压在桌上。后来过了一天，我们就使过了一礼拜，我们使这文活的时候，我记得他那个词儿一直好像就在水库那个兜里放着呢，我就把这个兜里这个词儿套出来，我拍平了搁桌上，照词儿说，让他拿起来词儿，然后是什么节骨眼来着？本来后边我都已经是我开始犯起来了，结果他把词儿拿起来看一眼，那什么叫四方水？大概其实这么一句，他又来回来了。我多混，我想陪他饭一会儿，他懒回来了。我唯一一次拿词儿就是第一次使劳动号子，苍春，我拿词儿上的，这是我唯一一次拿词儿上台，背下来了，但是怕忘了，不熟不攻嘴儿。你们是怎么做到的？在台上搁个词儿能看见呢？搁近点写大点儿啊！我写多大我也看不见。没劲儿啊！下次再看不见，拿起来看。真的，再看不见，把纸盘拿起来，再撂下。真的，我就打开了。比如说我要拿手机看一下点儿，我把屏幕敲亮了，我都得往下低点声才能看见。那你眼神不好。拿起来，眼神确实不行。我戴着隐形也不行。那不知道为嘛？我们那回就是，然后那天我们第一次演这劳动号，就那个同志们加把劲儿啊，哎哎呦啊，那个竞赛到了高潮啊，哎哎呦啊，你看我忘了吧？当时就拿那个词儿就放眼前儿，就放眼巴前儿。刚开始啊，是先这么演，前面词儿还记得，哈演。不能看，只要看一眼就挪不开了。刚开始挪一下看一下，挪一下看一下，后来发现了，拉倒吧，就一直看吧。你看那教授家啊，哎哎呦啊，高了高了入音效啊，哎哎呦啊，机器轰隆隆的转，嘿，地动山摇呀，嘿，高山能推挡，嘿，英雄们直冒高，嘿，开山有点钻，嘿，什么，搬山有老雕，嘿，汽车拉材料，嘿，用不着人去挑，嘿，我们来打地基呀，嘿嘿，越巨行越高啊，嘿嘿，大楼随风倒啊，嘿嘿。万众心一条啊，嘿嘿，祖国大建设呀，嘿嘿，英雄们志谋高啊，嘿嘿，大概是这意思啊。然后呢，第一次使完了，看着使的，然后呢，第二次呢是在哪使的？第二次三里屯使了一回，哎，效果也一般，没看词儿，效果一般。
第三次呢是第四次呢，然后呢就在广德楼演的，然后就忘了，全忘了，就从后边那个。这活前，冲冲在哈尔滨的时候，哎，是包子酱里填的吗？楼的号吗？这个黄百演的好，哎，有儿包歌子这口口恩，真好，怎么了？包子说那个什么，跟冲冲来一个热闹点的活，来一个劳动号子吧。冲冲说没有，这上这快好，冲冲把这活上下来了。包子走了，不是，因为当时是什么状态呀？啊，又回来了，没走成。啊，伦哥的劳动号子是真的很优秀。如果演这活演得真好，这轮如果要劳动好。当时不在二队嘛，二队有一阵儿啊，大家伙上活呀，就是这块活大伙谁使得多，大伙就都上。因为我当时小尚他们也使，小尚包子呀，还有谁呀？忘了还有谁都使，那使这活使挺频繁的。我一看，我也不知演什么的，上一个吧，上了一个这个，后来呢演了演。我演不好，后来就不演了，后来就不演了。我也演不好，还老劳动忘。号子了，我故意我都演不好，故意倒还行，故意故意，倒我基本不演故意，我都是新货声嘛，我不演故意。我除非你比如跟别人临时搭，不知报什之么前时候演报一故意时候特地。我那回是跟二瓜去四哥家，我说四哥这个故意这个这理由我是老找不好这个签四，然后四哥给我说了一遍，然后又录下来，然后又反正来回来去试了好几遍，就台下好好的，一上去就冒掉了。我跟老朱第一次使故意，也不能说第一次吧，前几次使故意，我那个音调高，老朱低，他老想够我，我一张嘴就是"大了马蹄关儿啊"，老朱就在那儿，他正常说话就这是，他在外边太难听，他想够我，我这"大了马蹄关儿"啊，他那边，够不上去，后来放弃了，我们俩那音差距特别大，跟高范似的。我这大了马蹄关儿啊，头在了外边儿啊，没有袖子呀，那是坎肩儿啊。那回你们在路边的野花不要采，是他调门的极限了吧？好嘛，一张嘴就送你送到小村，哎，我也不知道他要干什么。好家伙，戳着嗓子喊了都。说你低一点儿，低一点儿，他就送你，送你，送。我是音调低，不是声音，不是声音放小，他就低了。反正我要声音一大的话，就是我真的我就是说一话容长易这个破音音，量啊，就破音。我就冒掉。我你是。也难。我对这个调这个高矮音什么真的，我也不行，我也不行，我真是听不出来。都一样，我也听不出来。你看那阵儿，我们三宝那年，三宝那年有时翻场的时候，冯哥在前面弹吉他，然后我们唱歌。有一回唱的是那个《纸短情长》吧，他弹吉他弹那个《纸短情长》，我跟着吉他唱，然后呢就跟不上。就是他弹的那个调我找不着，但必须他得张嘴，他一张嘴，我跟他一句我就能找着，但是要直接让我找不着。哎，面上不见顶上见呗。对，每次都这样。人生在世，心不由偏，
莫把那倒影当作虚影。怎么把这想起来了？我就特别佩服这个，不跑调的人。我不哎呀，行，真的，天生的。我是一是进不去节奏，二是这个高矮音儿，这个腔找不准，特别，对于这个音律就不敏感。我也是，不感冒。一唱一时流就说白了吧，就知道，因为就给自己的潜意识告诉自己，我唱的肯定跑调，不好听。然后呢，又感觉必须得唱，所以唱的时候呢，就老想找那个音，然后就是一点儿越唱越不随意，越唱越不自然，然后唱的越唱越难听。我之前在台上除了腿的活需要唱之外，我是坚决不会，就说翻场啊什么的，坚决不唱。但后来那架不住老我就假，一九年我是唱的架了多，我模就板一九不唱年不行。翻唱的时候唱的特别多，后来就不使了。19年那阵儿上了，学了好多歌，后来也都不唱了。是我看你。你想我但刚你来的最时近候还好有，像在台上这个，怎么？你说，我说就您刚说，来的时候还有一块活叫学歌曲呢。哦呦，卧底啊，忐忑，哦嗨，哎呦，太难解这忐啊忑了。哦哦哦哦哎阿斯达阿斯达阿斯迪格这个多多阿斯达阿斯迪格多，我第一次听您这个忐忑的时候啊，我还在天桥的侧幕条小迷弟呢啊。呢。哎呦，我那阵你在天我桥小侧幕迷弟，条那听小的迷弟是，跑侧幕条待着去。那阵你应该听这活的时候，应该当返场唱。对，那阵儿你在四队顶底的时候，16年，人那阵我就不使这块活了，都是返场才用。人家正活里有一个童话，唱一个童话，唱一个冰雨。还唱一个什么呀？还唱一个大舌头跟老子说，吴克群的几番吧？因为这是曹伟南跟我说的，哎呀，因为我唱那个大舌头，又提到了两个。在后台我要唱那个说你爱我不我说不出口口口，因为天津人说话不有吮字吗？然后我就唱那大舌头，它本身那个字儿也是说你爱我我说不出。然后饼哥那个两个就说了，嘿，不仅大舌头，还有点结巴。哎，我一琢磨还真是哎。然后当包在台上就当包袱使。也还行那阵儿。唱那个老子，你都没听过老子说，我估计好多人都没听过。听过老子说吗？我估计好多人都没听过老子这是说。什么歌曲？吴克群的，我说他那个叫老子说，前方的有路点人印太象。多，走过的路不走，我们找到可以从此过。老子说，要不然换你说，你不懂老子说，输和赢其实都差不多。老子说。老子，没听过这歌，一点好像线听索过没人有，呢。好多真人没都有。没听过这歌，在吴克群那个唱单里好像不是特别火，因为他当时比较火的，像大舌头呀、啊，像将军令啊、南庸啊都还行，包括后边那为你写诗都挺火。但老子说这歌确实，倒确实不是特别火。这歌以前使，现在都不使了。我从小我听听歌，这个歌曲方面听的就少。
我小时候最爱听的就是瘦马的大保镖，拷在 MP3 里听，上课都听。我靠！你太喜欢那相叫声大，了，我应该叫十大里概不其和你是，讲道理。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14年来的那年我大一的时候，就基本上我们上课的日常就是老师在上面讲着这些，比如说什么这个根据啊这个什么什么什么，所以得出什么什么结论。我在底下，我拿着铲子，正阳关正兄长正路人，烧花鸭烧雏鸡烧子。了我不那个起，罐儿，我全是上学的时候在课上背下来的。了不起，你太厉害了。后来老师也不管我了。我从来没有。甚至有一回是什么呀？我忘了是哪年了，然后是反正栾哥是说，是栾哥是主任来着，说那个什么，就是我忘了是什么事儿了，好像是去天桥干点什么活儿，具体我真忘了。然后我当时还正好那天啊，学校有一个就是在那个大阶梯教室有一个就是有一个什么会，然后学校那事儿也不能推，然后我问我们班主任怎么办，因为那个还必须得签到，如果那个不签到，影响毕业那么一个玩意儿。然后我们班主任告诉我，去，你赶紧往天桥走，这签到我替你解决。老师还你要挺不是我们那好。班主任啊，真的，我当时我就豁出去，我宁可不毕业，圆的这边我得来呀。了不起，你是个爱相声的主，你是个爱相声的主。那个我们都是听歌，我们没听过相声。就是那几年真的，我这怎么好多朋友都你们没听过？这季老先师生，您说是在多大的时候知道自己是相声世家的？的，哎呦，07年，是我们老师告我的。好吧，好吧，你都到学校了，你才知道你爷爷是说相声的。啊，厉害你了！是头子，你是头子。那阵我爷都没了，真的，我爷都没了。好家伙！哎我07年上就你学，小时候，你小时候家里人就没提过这事儿。没有。我上小学5年级的时候，我们班里有一个学生，唱快板的。我们学校有一个什么什么演出吧，就类似于这个，我忘了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玩意儿，咱说不上来了。唱了一快板，唱的武松赶灰，唱一赶灰，拿那快板李派的，哎呦，唱的真好，哎呦，我就觉得当时啊，这门艺术怎么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咱也不知道它叫快板，我就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。这个人唱的还挺好，讲了一个故事，哎呦，真好玩。我回去跟家里说，那时候我们家特别宠我，我爷就特别宠我。我就跟他们讲，我在学校看了一个人拿俩的那个那不那什么东西，然后在台上还能唱，还打，还能响。我爷当时就知道这叫快板儿。多明但我不知道是嘛，我就说打这个，哎呦，叮了咣啷乱响，打的还挺好听。然后呢，那个我就跟我爷说这个东西，不知道。我爷爷告诉我，你问问他跟谁学的，然后呢，上学说了，我问问你啊，你这个跟谁学的？
啊，我这老师是张志宽，包括也说他张志宽跟张志有一个叫张志宽的，您知道跟他姓张志宽不可能，他多大呀？我说5年级不可能，张志宽受不了他，他岁数太小了。也张志宽跟我爷他们一辈儿的呀，他不可能收他这辈儿的。后来才知道，这孩子那我们那同学在少儿取消，天津有少儿取消，在那上学，上快班儿。当时的快班老师是张志宽先生。然后呢，我爷爷说：“行了，我说这个挺好，挺好玩儿，你要吗？”我说：“要。”我爷爷就自己买竹子，按照正常的尺寸缩小，给我做了两副快板，一副萨拉吉。我然后现在还那两副快快板，板现在就还有一，现在两副快板现在就还有一副，是在我妹妹那儿的，是在我们家了，可能在我们家了，不是爷那儿的。萨拉吉是最后找不着了，一搬家不知道给谁了。我就那个萨拉吉，我这是嘛玩意儿啊？哎，拿那个玩意儿，俩我都拿不住啊，拿那俩得攥住了，哒哒哒的叮当，嘚哒，攥不住啊。收小啊，然后就练快板儿。当时找了一个唱快板的，我也不知道我爷爷怎么还能认识这种人，找了一个唱快板的来家里边教我。那人还是，这人姓西，我只叫嘛，咱不说名了。在家里吃了顿饭，喝了顿酒，那人是个反手板儿。我是咱正常不都左手节子右手拐嘛？那人反板儿，左手跟我爷爷吃饭。拿筷吃饭夹菜喝酒，右手拿着碟子就在这儿。来，听这点儿你就打吧。我这边就是跟着踢个踏，踢个踏，踢个踏。我这边不会打，就瞎打。练了有这么半个月，差不多。那阵儿还挺着魔的，这个东西这不疯魔不成活啊。天天在家里醒了就打，醒了就打，拿起来就没事儿。踢个踏，踢个踏，踢个踏。闲下来没事就扒拉两下，扒拉两下。有那么半个月吧，差不多就是能打一个，听个铃铃嗒，听个铃铃嗒，或者就是打的铃打铃铃打，打的铃打铃铃打，就这一个点儿啊，就能合到这个面上。再后来就，后来我这个玩意儿，我就是对于这东西吧，我没有长性，会了嘛，会了就完，就我就不玩了，还要开始练萨拉基。就打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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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，后来也能打踢打踢嘚啊我踢记打得，踢嘚啊踢的，练了一阵儿。后来我觉得这玩意儿吧也没嘛意思，我也不用了。然后07年，我我记爷得零五，那，不是我爷05年没的嘛。06年，初三考完试以后，在我们老家。那人说考取校嘛，上考取校的时候得需要有个才艺，就是艺考吧，算艺考。我们家在老家开饭店嘛，我们有个院儿，然后在院里我天天打板，站凳子上打，站住了，踏踏踏，铃铃踏，铃铃踏，踏铃铃踏，铃铃踏，唱那个绕口令儿：数九寒天冷风嗖，转年春打六九头。然后唱这个，然后呢，旁边有院里有个邻居往家里吃饭来的，然后看见在院里打，就说：“哦，您家孩子在这天天打呀，好嘛？我还说呢，打得还真好。前两天我还纳闷了，我说这最近门口怎么是来了要饭的了吗？天天的来，怎么还天天来？打得还真好，这要饭的。”哎呀，他们怎么这么不懂得欣赏艺术呢？07年我上取消，当时我们专业老师在屋里就第一堂课，坐那就问我们，大家伙儿，就是先别说写谁的相声，你们觉得谁说相声来说声音好听？相声说话的声音好听。然后呢，咱也不懂，就是你们喜欢谁吧，喜欢哪个演员，觉得哪个声音好听，还是说得好。然后大家伙就开始集思广益，啊，马三爷的，侯宝林的，啊，这个
这个，哎呀，还有谁的？反正说一大堆啊，一大堆。咱也要，现在你让我说都知道啊，在当时我也都不认识啊，都没听过啊，马志明的啊，这个说谁都有，集创意，大家伙儿。那进行谁呀？那个，旗帜大兵。哎呦！因为当时对我来说，就感觉旗帜大兵这个特别可乐，这特别可乐。我今儿抖音还刷着了，哎，到大兵到，命令你勾上栏楼，美丽的哎，双好簧。高呀！哎呦，大兵到，这命还令你跳确楼！实是哎，另一个韵好高啊！儿。啊，我今儿抖音上刷着他们那个双簧了，是吗？格兰伟那个，好家伙！他们那阵特，其实那阵旗帜大兵在那个年代确实挺好的，他火过一阵，他真火过。那时候对于相声就是他们，嗯。然后确实也乐，真是乐。然后呢，当时我们的专业老师看着我就愣了，看着我，就这你他妈还世家呢？我才知道哦，我是世家呀。嗨，好家伙！哎，不要是是，现在，我怎么告诉他？那我他妈世家，我还摸泥呢，世家呢。这包袱有年头了，我的天！哦，世家呢，我还索尼呢。世家，游我今戏天，机呀、啊！对，你是世家，我超硬。这几个你们都不知道，好多人不知道超硬是嘛几个。他们哎，对于对，好。季先生，我就其实我挺纳闷的，就是你自己都不知道，你爷爷是说相声的，然后你爷爷肯定也没带你去过园子什么，那这老师怎么知道你是他孙子呢？干这个的姓金的不多，因为啊，当时我，有道。而且最主要的不是这，主要我考取校的时候吧，就是能进取校的，第好多人是喜欢，有什么也好。但是你上取消，他每年那阵招生，他也是招的不多，但报名的很多。而且说白了，就是家里有干这个的，都没有外人。现在你说白，谁家里干嘛，你也都知道啊。但是你因要为这说里。冷不丁提出一个哪位老前辈，你说可能提起这个老前辈来都知道，然后你说就愣冒出了一个他的后辈儿孙，也不没是见问过，题也是，没听说过，在那也个年不代，太上来好说，往上联想。说相声的本身也不多，而且最主要呢，我在去取校之前，我有一个哥哥在那上学，这个哥哥呀，是谁家的一个孙子，在这不提了，不提这个人了，是谁的孙子？他的爷爷当时在取校教过课，咱都知道，也是这个爷爷和我父亲说的，让孩子上取校吧，这那的。是这么个事儿，所以老师们也都知道。这到那一介绍，也都是这是近近来的孙子，怎么那的，人家才知道的。这不来这句吗？就这你季妈先生，是家呢？西北锤王，这是什么包袱？不知道。哦，那算了。对不对？他就当时就跟我说这个，确实，嗯。我当时听，哎呦，我当时就当时很诧异。他说完这句话，我当时为什么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他就说这个，好家伙！你怎么咋还试驾呢？但我当时就觉得，就他们俩确实挺好的。
然后他说了，他嫌谁呢？他说大伙儿都说这嫌那个，就问你为嘛嫌马三爷？我是为嘛爷嘛？哎呦，我觉得马三爷娓娓道来，哎，人家那个节目啊，嗯，你猜我看见谁来了？谁呀？咱哥，我的密室 CP。哦，我饺子哥哥来了。哦。饺子说等我密室呢，好，饺子哥你是不知道，我在密室里待了一个多月了。嗯，只要是封闭空间就是密室。嗨，那家伙的每天嗯啊，那个人挺可乐的，老是问你为什么喜欢侯宝林呢，因为侯宝林能唱好听，那相声说的有韵味。你为什么骑着大兵？可乐，我就特别关注那种回答，可乐。没毛病。别人都还一个个都冠冕堂皇的，我觉得，哎呦，那马三爷相声大，相声泰斗啊，那个包袱你想想，哎呦，那逗你玩啊，那个东西你看看，哎呀，三番四抖，因为。到最后抖一个包袱，这多有意思啊！侯宝林，人家看那个好多作品，马季先生的新作品啊，这个先生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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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，哎呦，这都一个个都能说出来三样五样的，那好，就唯独到我这儿，为什么？您来吧，您说说为什么喜欢西施大饼？我是觉得他们俩特别可乐，挺有意思的。我听完他们俩，我特别开心。我说的还挺委屈，我就觉得他们俩可乐。对啊，老师也挺开心的。老师当时听完了就是嗯，好，行，坐下吧，坐下，坐下。嗨，也实在没什么可说的。这个本来就，哎、就是你就是你挺饺子呢，咱那时候密室，你告他14天以后。哎，对，我现在这个密室待14天。啊不，12天，已经2天了。你是当时尴尬吗？当时肯定很尴尬。当时肯定很尴尬，就是一帮同学，哎，跟着老师，就有一种一帮内行看外行的感觉。你就当感觉在一个屋里，你，我认为自己是行里人，人家认为你是个外行，就感觉很尴尬。哎呀，嗯。要是现在再问我的话，这我确实不好受。比如要是现在这种状态，你要问我你得嫌七十大饼，那我搞的就可乐。这是一个这么你挺下为了嘛呢？哦，这不就为高兴呗？站在一个观众的角度，一拍胸脯，好，拉鼻帘，可乐。对呀、啊，没有那么好。老是问我你逗个你捧哏啊，你后来得分呢，你想逗个你想捧哏，我说想捧哏。哎，这一般都想逗个你，没法想捧哏，我因为词儿少。嗯。因为词儿少。这就是你跟就这么跟冉哥搭上的。没有，最早之前我跟冉哥搭是我逗哏。我跟别人搭档时、哦、我说为什么要人家问得问呢，你为什么要逗哏，你为什么要捧哏，你有原因吧，我想逗哏，比如逗哏什么原因，我想聪明对吧，想出人头地，想聪明立腕，好对吧，你为什么想捧哏呢，那我也得告人家词儿少，我不想背锅，因为上的第一块活叫菜单子，我就告诉他 我不想背。嗯，老汉当时也是因为这个理由，然后选择的站在桌子里边。对啊，当时就这种状态。哎，我这么乐意背的话，我就天天在学校背课文不好吗？咱不就是因为不乐意背词儿吗？我这边有一位评论区的朋友说了一个挺好的包袱。嗯。万万没想到你碰上了朱先生之后，嗯，逗哏你词儿也不多，哎，你多好，2000曲美，
嘿，你要早碰上他，你早豆根了。哎，老祖占理占理，老祖以前问题他也没那么多词儿啊，他也近2年呢，我哪个也没少背呀、啊。现在，当初是真的词儿少，因为没有别的话，除了台上那个台词儿的话以外，不会多说，这连个标点符号放心都不会多。对，那就肯定一上台，俩人一鞠躬，逗活碰捧活的。您是相声演员，我就是肯定啊，是我，啊，没错，靳喜彤，哎，是我，都这个，很正常吗？我记得，因为我记得就是朱先生这个，朱先生这个，就是他后来。就是慢条斯理的这种捧哏风格，好像是，我记得好像一，是不是？反正16年我听他聊过，还是16几聊的呢？就是那个，我那看个见薛蛮这个宇，了，这行，啊。这行，艺术家是我，王文玉不敢当，王文玉你都不敢当，哎嗨，这可有年头了。这个包袱有年头了，你敢当？就哎，说谁呀？是马？王文玉是不明敢先当。生还是谁呀？您是，我是你爸爸，我是谁呀？你说谁都是，您是相声演员，或您是谁谁谁，是谁呀？时候就来个您是，然后没话了，我是你爸爸。嗨，这也不什么深仇大恨。我记，对，我记得最早那个什么，那个最早高老师给上课的时候，那个是上一什么活呀？也是，好像就是八扇屏上去，您是。然后，高老师就翻的这句，就是可以全学，但不要学的这么的，学的这么的，对呀，也这句话不合理，但是吧，就是你太死钢死口，人家听录音去不好吗？就上来，您怎么解？田野，对，就有的。确实，哎呀，就跟那天我语音跟你连线的时候，让冉哥那个小伙伴给你讲的那个，肯定说段相声，我是个大夫。我没敢试。我说实在话，我跟你说，我没敢试。我本来我昨天上台的时候，我想来这个的。我说实在话，我要不哎穿呦，底呀、啊，我可哦，能就小敢明在说呢。了。这我穿底实在是不敢这么上台，我觉得有点太尴尬了。哎呀，但是，一上台一你鞠翻躬，场试试。今天我们哥俩给您说点相声，您看了吗？我是一个呀，那叫什么活呀？哎，嘛活也不能这季样先生，听我的，啊！翻场试啊！怎么试呢？你翻场，比如说，你就提前设计好一个带人物的一个翻场。行，一鞠躬，每次都想跟老祖来哦。对坐，对坐那天我想来这个的，一鞠躬。您看了吗？其实我会唱快板，我想是快板大师。我想这么来的，但是好呀，想了想，有点臊得慌，算是有点臊得慌，没张开嘴，没敢，真没敢。哎呀，我跟老祖。可以试试。我找旭都想这么上了，我那天新活找旭那条就想这么上了，一鞠躬。我想拿墨腕入，那天想拿墨腕入，但是老朱又觉得吧那样太尴尬，结果吧也没那么入。
你下回可以试试设计两个饭场，其中有一个饭场搁前边设计一个带人物。我怎么听见自己回音了呢？我觉得小明同学可以冷静冷静了。再播，为什么分钟回音呢？再播五分钟，下班。好，那么，哎，你回来之后回音是不是就没有了？还行吧。谁说这玉子？什么撒拉剂吗？不是坠子板吗？坠子板吗？这不是。其实腿子活也可以怎么使？好吧，他跑我这洗钱来了。他告诉我抹腕儿，我其实挺喜欢抹腕儿的，我觉得抹腕儿挺好的，包袱。我感觉抹腕儿那包袱挺好。我也挺爱的。我好多包袱就因为好多货都因为这一个包袱上的，我也太开心了。嗯。哎呀，我这两天无聊，我都准备好好冲冲让冲冲上几块活了。上啊！冲冲，你想上什么活？我陪你。上啊！嗯。老羊片，我刚才看冲冲，老羊片我上下来了，上但是没跟人对过。是啊。我，嗨。你呢？去过苏州之前去过杭州吧？去过，不去过不要紧的。去过，知道去过的。这宝多好，这哎呀，太优秀了，这宝了。嗯，对，高栾高老师跟栾哥的抹腕儿，那绝对是太优秀了，真是太优秀了，就是。高老师骨髓里了，骨子里了。高老师这个墨腕已入化境，对，这是化境了，到骨髓里了。想怎么是怎么化吧。我们使墨腕就是背词儿，人家就已经通经化。太了，太厉害，太真是太厉害。人家词儿顺嘴流出来的。哎呦，反正我在，没事，我就对，我上。我反正我在家里特别是墨腕还是你现在听着我这说话怎么样？行啊，正常吗？能听见啊。嗯，哦，我说我上一回使墨腕啊，嗯，还是那回你们在天津，然后那个我去五队。踢了个场啊，你还有印象吗？忘了。跟我合作的那一位老师现在叫高消费。忘了，真忘了。好家伙的，我也是什么菜单子？我也没他微信，他也没跟我商量。好家伙的，我是看到那个节目单上边显示三个字报菜名儿，我有时没事我就听听高老师的活，听高老师活真挺享受的。主要高老师活呀，我特别喜欢他这个特别自然的入活方式，嗯，这很厉害，就是没有那种。怎么叫舞台感吧，也不能叫舞台感，就比较自然，很厉害，真的很厉害。就是我也不知道，嗯，我也不知道是去年养成的毛病还是怎么，因为去年就是经常有这个，嗯，就接
一拧腕愣住，就是一句话愣住火。我就是去年还挺喜欢这股劲儿的。妈不行，不是你愣入活是为嘛呀？你还是为了熟的观众这样，因为你这样愣入观众会乐的原因是因为他听过这些活。你要是一些生观众，你看看，他不是一些常来的观众，你看看这些包袱，你这样愣入活，你是当包袱使，天南海北砍一砍。这个手机不错，你看跟前那个扇子玩的挺好，对吧？听就聊着聊着，突然间来，听说你还会唱戏。常来的观众行，对吧？你要是生观众的话，人家来了你会觉得接受不了。这还确实如此。我使活就是嘛的，我就是废话太多。但是吧，我就必须得，就是我自己内心可能有时衔接不好，但是我就必须得把这话说顺了，让我自己感觉这个入货得顺顺当当，但是有时也做不到啊。但是我就是老这么想。发现跟靳先生在一个队待了2年，居然一次合作的机会都没有。还我真跟朱是。先生还合作了四五回呢，我跟朱先生都合作过四五回，但基本上是那阵儿是你老有事儿，朱先生那阵儿没嘛事儿。有时基本老上朱，朱先生是全勤的。对，我们俩入伙，有时老朱那年。怎么了？那天怎么了？跟朱先生合作还挺快乐的，他老说还挺快乐的。行，谁跟老鼠都挺快乐的，唠个玩儿呗。哎，错，行了，我想跟你挂了，对，我跟他们就再是聊五基分本钟。上，一看今天是跟朱先生合作，基本上一跟朱先生合作啊，今天就是。就比如说，平常使一块活还略有一丝丝紧张。哦，好，今天旁边站的是朱老师，哎别呀，怕这个了。心一下就放下来了，有一种如果哪儿使错了，就是他搅和的，有一观杯众也多是这么认为的。真的，所以说跟朱先生，你想那阵儿。因为我基本上，我逗哏的机会少之又少。就那回跟朱先生一礼拜，他逗仨，我逗仨，好家伙的，我们俩玩的还挺快乐。行了，我先跟你挂了。我跟他们再聊5分钟，我就下了啊。你天天播好嘞，吗？我这边也准备下了，你天天播呀？不天天播呀，就是今天。就是今天还那你个也赶上了，天天闲着没事儿嘛。你也赶上今儿正好弄的不在家，今儿要弄在家了也播不了。过2天吧，哎，我没有，争取行我一吧，周播个一次两次的。拜拜。行了，哎，冲冲跟你打个招呼。好，得亏你给我说句话。拜拜。拜拜拜拜差点摁，拜谢拜了。拜拜，我差点就摁了。拜拜注喽！意啊，在家里呀，一定注意啊，哪天再玩啊。声音好小，听不见。来，播到36啊，再聊5分钟吧。就争取吧，你诺诺不在家，我就能播一会儿。有时诺诺在家，他睡得晚。我也不想11点再播，太晚了。我要想播呢，以后就这样，咱们以10点为界，行吧？如果10点一刻之前我要没播，那我今天肯定不播了。我说太晚了，我觉得播太晚，就不知道播到几点了。还是那个，有时不知道跟你们聊什么，好多东西吧，都跟你们该聊的都聊的，你们都知道了。
知道的不知道的，你们也都知道了。再说就该瞎说了，咱不能胡说八道。咱不能拿别人的事开玩笑啊，对吧？主要就是看着你们底下弹幕，一边看着一边回答你们一些东西，在这聊着玩呗，挺不容易的。你们在这待这么长时间，也没有什么小故事了，好多小故事，我该说的我能想起来的，我都跟你们说了。想不起来的肯定就忘了，再有些想起来的不说的，那肯定是不能说的。雕刻呀，什么是雕刻？很大。主要现在是等再演出看看都方便的话，约个时间一起演一个。问你说给熟观众演好演，还给生观众演好演？其实都差不多，你就看你怎么演，对不？常来的观众呢，听的就是这俩人台上怎么玩儿，开开心心的，有没有什么新包袱？老观众呢，你就是就这生观众呢，你就是正常演就行，你的活的正常，所有活的包袱也都够用的。有时相由心生，其实适合给生观众演嘛。但这活设计的时候，我是给熟观众设计的。但是现在这个活，你这现在怎么演？老朱在旁边了，嗨，什么观众都能演。就跟这个高老师的活似的，咱就拿高老师举例，高老师的活，生观众、熟观众都能接受，这就很厉害。包括饼哥的活、轮哥的活，这都一样，老观众、新观众都能接受，我觉得这就很厉害。板子活、包袱不响怎么办？板子活，你看什么活不响？比如你像我使这三节外花像就不响。然后就不演了，对吧？我和自己较什么劲呢？就谁也不敢保证你每一个活的每一个包袱都能响，对吧？不同的观众，你在台上演出的状态不一样，你今天的心态感觉不一样，你台上使出来的这也可能有一定的区别。谁也不敢保证你这活使完了就山崩地。来什么样的观众来了都山崩地，多少人都山崩地。我觉得 得极度自信，真是极度自信的演员，肯定是有这样的演员，对吧？你像我们师傅，我们使哪个包袱的时候，我们肯定是认为他可乐才去演。如果我们俩都认为这包袱不可乐的话，我们俩也就不会去演了。就某一个包袱，我们俩去使一个包袱，也许这个哪怕有一个人觉得这包袱不好，也可能去试。但如果我们俩人都觉得这包袱不可乐，我们俩不会去演，没有意义。我能在台上使的包袱，我肯定是认为他能想的山崩地的那种状态，我们才演的。也许。反馈的不太一样啊，可能得到的反馈没有太多，
但是我们俩的想法是认为这包袱使完了，底下肯定会站起来鼓掌那种感觉的啊。就你设计包袱时，你肯定是这么设计的，你不可能我设计包袱时这包袱肯定不可乐。设计这个包袱意义是什么呢？对吗？当然我说的也不只是我们俩，所有演员都一样，可能他设计完了最后效果可能不尽人意，但不代表他设计这个包袱的时候人家就知道不想才这么演的。他肯定也认为这包袱肯定特别好，才这么演，但结果是不太好，那就慢慢改呗。一遍拆洗一遍新，一个包袱13回还不想，那就放弃吧。但是我们也是乐此不疲，有好多包袱还在试，但有好多包袱试了好多回也不想。对，买文具还在试，行，我现在也不试了，快放弃了啊！懂你这个，要不我就确实放弃了。但也保不齐哪天又使，这都保不齐的啊！行了，我下了，各位都早休息吧啊！对，3米绿化带，有机会这个还保不齐呢。各位再见了，晚安，早休息，各位啊！晚安，早休息，然后明天估计肯定明天播不一定，待定吧。